我们今天请来这位嘉宾，而了不起，老夫老妻。行，我们家大富豪，声势浩大。你这眼睛那么大，怎么都看不清楚东西呢？你能安静一会儿？我现在在做菜。南通的红烧狮子头，味道好不好我也不知道。我就是钢琴伴奏，你就是长笛演奏，行吗？太好了，唰就过去了。不带自己表扬自己的，做一个说自己好一下。别忘了回家吃饭。回家要回家吃饭。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七夕节，乞巧节。叮咚啊，你回来了，七夕快乐。这是玫瑰花。哎，你别说，这玫瑰花我真一次都没收，我除了结婚那天有一次。你老公没送玫瑰花给你送啥？地瓜花。什么？你们爱情就是跟锅巴一样，嘎嘣一声脆。鱼盛放在里面就是同舟共济。七夕节这一天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量足，吃起来又豪迈，吃得倍儿爽。太惊艳了，哎呀，太惊艳了。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七夕节，又叫乞巧节。这个节日呢，是牛郎织女相爱的日子。现在呢，很多年轻人特别爱过这个节日，因为是中国人的情人节嘛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歌颂可歌可泣的爱情，同时呢，也要赞美一下我们身边女性的好手艺。我身边就是两位美厨娘，一位是来自东北哈尔滨的，已经是第二次来到回家吃饭厨房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鑫。今天做什么菜呢？大拌菜。东北名菜，这边是海派味道的，时尚的爆炸头配着传统的旗袍。大家好，我叫聂珍，来自上海。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三味牛肉。三味牛肉，一个牛肉三种味道，上海人那种精致的调调在里面了。有浅味之后味，可以满足一家人的口味。那给各位一个挑战，那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两位这个菜五分钟时间作为开胃前菜，你们觉得时间紧张吗？猛猛的，必须没问题。有信心吗？必须的呀。五分钟倒计时，三二加油，一开始。我们来看一看王鑫这边准备的主要的食材有什么呢？我这边准备的食材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蔬菜，就菜上有啥咱们就吃啥，对，是吧？我们来看一下聂中这边的主要食材，就是肉，已经提前给它酱好了。对对，我是一个白煮的牛肉，然后切片，用三种不同的味觉去唤醒大家的味蕾。今天咱们是大拌菜啊，你别弄成一碗全部是芹菜，量有点大了。大拌菜，大拌菜，我们东北的量必须大，要不然怎么叫大拌菜，是吧？莲藕、莴笋、香菇、胡萝卜、黄瓜，对呀，芹菜，嗯，还有很多，还有重要的洋葱、木耳、银耳，这都得用，对，这都得用出来。现在的时间已经过去一分钟了，两边现在主要的食材已经切得差不多了。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两分钟了，两位现在进展程度怎么样？这么快啊，时间就在你的嘴唇里面流逝哦。王鑫，嗯，现在呢，将这个银耳还有金针菇给它过一下水。对，喜欢吃的这个蔬菜都过一下水，断个生。哎，现在咱们调的第一种味道是什么味型？我们这边是第一个是原味，只是用盐水和一点油，就是把原味的牛肉是拌一下。哦，第二种。第二种呢，我们就加了鲜酱油，然后加香菜，然后加少许盐，然后太太乐鸡精也拌一下，这样就会有一个香菜的香味。人家这边都已经摆上盘了，一看小小的精致的一点点的，这边全都是大盆啊，大锅。妹妹不着急，妹妹不着急，分量都不够我们家人吃的。人家就说我们现在家里人饭量小嘛，那吃不饱孩子怎么长高呀？没有啊，就是合理的膳食搭配，一样是营养全面的。放心，你那个是能满足一家人的口味，我是能满足大家的口味。因为是大拌菜。对了，现在这边的葱和蒜切的量也不少啊。这辣椒我就不能撕了，要不然辣呀。
用剪的。对，给剪了。韩飞，我现在可不可以拍零啦？我已经 OK 啦。结果特别精致的上海菜捷足先登，已用了四分半的时间。快，只是因为有很好的准备。快，只是因为你优秀。对对对对，我今天快嘛，是因为我把肉已经事先煮熟了，所以只是切一切拌一拌这么快。我们在提前煮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点吗？有的有的，就是咱们的牛腱子呢，这边是生的牛腱，焯一遍水，放入冷水锅，里面放入两片生姜，放入几颗花椒。然后大火煮开以后，小火就在里面一个小时。好，就是要这么冒着烟的油。对呀、啊。哎呀妈呀！然后最后加一点葱姜蒜辣椒，对，加点酱油。酱油，嗯，调好了。我来。来，真的好期待。大气，是吧？对。料就是一碗，两位都在规定时间。把凉菜、开胃菜做成了，但是现在不能吃，因为稍后呢会有专业的饕餮团来进行评审。那王鑫准备做什么主菜？锅巴烩三鲜。锅巴烩三鲜。嗯，平时我们在家吃的都是买的锅巴，这一回我现场来做一个，而且呢，三鲜烩上去的时候我们会有惊喜。是嘎嘣，一声雷，不是我们那边吃着锅巴菜，我们叫一声雷。对，我好期待这一道就是高级版的锅巴烩三鲜哦。是吧？哎，这用的是我们的这个福临门五常稻花香的大米。对，用这个来做锅巴的话，应该会格外的香。必须的，这个是糯米粉。对，这是淀粉是吗？对，淀粉。因为刚才其实王鑫有一点很专业，就是他用了糯米粉负责黏，他用了淀粉负责脆脆，所以待会儿这个出来是酥脆的感觉。嗯，哎，那你平时过这个节日的时候，七夕节，你老公会给你送礼物吗？非常浪漫的过吗？哎呀，你别说，还真送过。送啥呀？就是送花。哎，你别说，这玫瑰花我真一次都没收过，除了结婚那天有一次。你老公没送玫瑰花，给你送啥？你知道我们东北有一种花叫地瓜花吗？啥？就是长得吧，跟玫瑰差不太多，就是那朵吧，能有那三四朵那么大，这种大的了，而且带壳的。你看东北爱情就是实在生活当中平平淡淡质朴的感觉、嗯。你要天天送花，天天甜言蜜，反而不习惯了。对、嗯，对，好神奇啊！我们说话之间，他就把它变成了一张锅巴皮儿。对，现在我要开始加油了。嗯。炸锅巴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三鲜汁了。这就已经做浇头了，对吧？对，然后来一个。这个就用持续的高油温，反正我就在这给你看着啊。只用蛋清对吗？对。给它裹一下虾仁。对。我可以先把它倒出来。来，哇，这手劲儿大，东北姑娘，因为我们这锅特沉。这个是什么豆？叫甜豆，甜蜜豆。是不是也是特别在七夕这一天选的？对呀、啊，甜甜蜜蜜嘛。嗯，日子要过得甜甜蜜蜜，爱情要甜甜蜜蜜。对，你 get 到这个点了。是吧？然后呢，跟老公的感情甜甜蜜蜜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其实这个三鲜我明白，就是三个海鲜嘛，虾仁、海参、鱿鱼。对。嗯，这是固定的搭配哈。根据你自己口味来，其实我做的饭没有那么太多的讲究。就是一个特点没数。对。家里今天买什么买多了，你就用点啥就行了。对，开火。现在所有的食材都已经切好了。对，然后把这个腌过的虾仁把汁水滤出去。然后大飞帮我个忙，把那个锅给我加热。加热，把刚才的油再给它倒回去。对，这两个可以同时操作就可以了。过炸也可以使那个锅巴更脆，而且一会儿的惊喜就在后边。嗯，少放一点点的油，香菇，放木耳，香菇木耳，对，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鱿鱼，顺序有讲究吗？其实没有太大的讲究。好，因为它这几个原料都还是蛮容易熟的。嗯，加点水，加一点开胃乐园味鲜，刚才放了一点盐，稍微放一点糖。嗯。蚝油对，因为海参啊什么的是没有味道的，您可以用这个蚝油，然后淀粉放一些，
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锅巴复炸，对，这非常重要的一次复炸。在上海，你知道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叫一声雷，平地一声雷。对，这个就在七夕情人节晚餐上上，我觉得很应景的，是放鞭炮的感觉。对，很喜庆的那种，很喜庆的。哎，是不是要到最后一个步骤了？对对对。怎么样？是这身最脆的。所以你们的爱情故事是不用说的，不用甜言蜜语的，你们的爱情故事跟锅巴一样，嘎嘣一声脆，那一声脆就是特别干脆的东北爱情故事，东北性格。对，而且都融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柴米油盐里边。生活就是这样。太太的原味鲜，美味背后备足用心。太太的原味鲜喊您回家吃饭，买米买面认准福临门，回家吃饭由中粮福临门米面冠名播出。大米晾凉之后，加入一勺的淀粉、糯米粉，搅拌均匀，放入保鲜袋中，改成薄皮，切成方块，油温八成热时，下好面皮，炸至微微发黄，捞出备用。把虾仁加一点料酒腌制一下，滤出汤汁，香菇、木耳放锅中，少许油炒热，加入海鲜清炒一下，清水煮沸，加入鸡粉、糖、盐、蚝油，加入甜蜜豆之后，淋一个淀粉，把锅巴重新炸一遍，淋上三鲜汁即可。刚刚感受了一下这干柴烈火，是吧？一直又听着这边江南上海海派爱情的那种甜言蜜语，适应点了吗？我想亲身感受一下，在你们家里面，就是当你们老公那是什么一个感受？我们要不要模拟一个场景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你不能演我老公，为啥？因为我老公比我还暴呢，是吧？对，所以我来演一下他。你演你老公，那我演谁？你演我媳妇儿啊。我在这儿那个切菜呢。叮咚。那个回来了啊，老公，今天给你做了好多的饭菜，你看你最爱吃的锅包肉，这大饼，这么多好吃的，还有这个什么茄子啊，媳妇儿啊，怎么啦？今天咋做这么多好吃的呢？今天啥日子呀？给你做这么多菜，就有事儿说事儿，别整那没用的。七夕情人节，你就能夸一下我们，你就说你爱我，快。爱你放在心里，哎，这就是东北，是吧？从就是不说爱你在心口难开。现在我们把这个空间转换到上海家庭啊，叮咚，老婆啊，你回来了，七夕快乐！这是玫瑰花，没有蝴蝶兰，拿玫瑰凑合凑合了啊。我喜欢玫瑰，谢谢老公。我也给你准备了，该不会是我最爱吃的法式慕斯蛋糕啊。我就是想念这个味道。帮我拿一下，我去拿。好的呀，好的呀。我特地做成了爱心，然后给你写亲爱的回家吃饭哦。太漂亮了。我有点口渴哎。我还行好了，白葡萄酒，我们一起来干一杯。你看，这就是上海的爱情故事，来 cheers， 越来越美丽。是的，生活愉快。看不下去了，是不是想打我？哎呦，我这大力棒子呢？是啊。你今天要给我们做菜的话，会做一个什么样风格的菜？刚才是那种干柴烈火类型的锅巴。这个呢，有一个寓意是叫做相濡以沫。香如饮，对，菜的名字叫做双味银鳕鱼。好吧，那慕斯跟九哥旁边，咱们开始做菜吧。好的，我们采用的呢是深海的银鳕鱼。今天我们是炒的鱼粒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银鳕鱼呢稍微改刀。首先我们从中间的这个主要的骨头这边把它主刺去掉。对，然后呢，因为考虑到它的制作的颜色呢，我们需要把鱼皮切除。不要鱼皮。对，可以用剪刀。也可以用刀去把鱼皮去除。银鳕鱼呢，实际上是在鱼类当中非常非常高规格的食材了，是吧？价钱也比较昂贵，但是当然它营养物质也比较高，它里面这 Omega 3是非常补脑的，而且它算是高蛋白的。对，低的肉呢，蒜瓣肉，对吧？它的肉质很细腻，而且呢，它也没有鱼的那种腥味，而且有一点像奶香味一样。对对对对，是。给它做辅食都用这个银鳕鱼。切成了，其实就是咱们的这个骰子汁大小。对，现在我们只要淋一点柠檬汁去腥，然后呢，再放一点盐，放一点生粉。给它简单的打个就是抓腌一下就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放滑炒了，是吧？
放一点油。我好像听说你好像真的是当时是用菜品，对啊，就是，对，我拿一个保温桶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就三菜一汤，打一个车，40块钱的车费，花40块钱打车，差不多一天的一个收入了，是吧？一天的工资全搭里面，这不是主要，我记得那一次他就蹲在那边，差不多把那个饭包都吃了那个，就一次性三菜一汤，对。虏获芳心，对对对，有的时候爱情啊，大家都能感觉到，就是谁要主动的去跨出那一步，还真的是，来吧，过油。好了，我们油温也热了，热到80%的时候，我们放进鱼粒滑肠。那如果像这种特别嫩的食材，我们有什么好办法让它不那么在锅里面碎掉或不粘？刚是裹粉是一个，然后就是一个油温控制，就不能够太冷的油。然后就尽量的少去动它，没关系，有的时候条件没达到，我们就随机应变。其实这个鱼非常容易熟。对，就是它一到那个油锅里面，它就会变白，变白的话就80%熟。那我们待会儿再翻炒一下，加一点料，它就全熟了。对，煎好了。对，我们现在就是首先先把它滑炒一下，以后我们就换一口锅。好，现在呢就是我们开火，然后给。白白的银鳕鱼穿两件衣服，穿什么衣服？一件红衣服，一件绿衣服。红男绿女吗？对呀，这很有寓意的。所以在七夕情人节，红男绿女，那么就是红的是泡辣椒，绿的呢就是绿的清新，那么这道菜的话就很有寓意。我们先炒那个清新的，这个绿色的是荠菜，荠菜，对，把它切碎炒呀，对。其实红男绿女也象征着这个让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们放一半，这一半是绿女，放一点点盐，然后再放一点太太乐原味鲜，给它搅拌均匀，还要放淋一点玻璃芡，就更好的把料汁挂在这个鱼肉上，是吗？对。放一点点油，我们爆香这个。剁辣椒。现在我们再给它穿红色的衣服。对，好，只要拌匀就好了。因为这个剁辣椒呢，它本身是有咸味，然后鱼很鲜，所以我们这个步骤呢是不需要加其他的调味料了。然后关火。它就是一点点味道就好了。对。我特地选了一个就是像叶子形状的盘。就是表示是一叶小舟，鱼盛放在里面，就是同舟共济。你说在七夕节的时候你做这么一桌菜，然后老公今天又是红男绿女，又是相濡以沫，这一叶碟子是一叶小舟，我们同舟共济，把生活过得和和美美，这个家庭氛围之好。对，而且就是特别有情调，这日子过的。七夕节这一天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太太乐原味鲜，美味背后备足用心。太太乐原味鲜喊您回家吃饭，满米满面认准福临门，回家吃饭由中粮福临门米面冠名播出。鳕鱼去皮切小块，放盐、生粉轻腌一下。锅内倒入食用油，用中火滑炒鱼粒，待鱼粒变白80%熟时盛出。中火用一点油炒荠菜碎。倒入一半鱼粒，加少许盐，太太乐原味鲜，轻轻炒匀，淋少许水淀粉勾玻璃芡盛出。洗净锅后，放进切碎的剁辣椒，小火炒香后，放入剩下的鱼粒，炒匀盛出，摆盘。有请饕餮团成员。今天请来这位嘉宾，啊，了不起，老夫老妻，我们家大富豪，声势浩大。你这眼睛那么大，怎么都看不清楚东西呢？你能安静一会儿？我现在在做菜，南通的红烧狮子头，味道好不好我也不知道。我就是钢琴伴奏，你就是长笛演奏。
行吗？太好了，唰就过去了。不带自己表扬自己的，做一个说自己好一下。别忘了回家吃饭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吃饭。最终的结果是，来，我们上前一步看，几乎是差不多，但最终一票还是给了东北的王鑫，是吧？哎，我知道了，就是这个尝菜的女生比较多嘛。说明什么？就说明就对喜欢豪放一点的嘛。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就是我这次也深深的受到东北人的豪爽的感染，我回去也一定要做一个大拌菜，然后做一个。海鲜锅吧，对，但是依然不要忘记咱们上海菜的那种细腻的感觉啊！啊、我们会一起就是融合的，嗯，来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